给你们看一下，防不胜防呀！这是什么 ？Happy 什么 ？Specially for you， 这是金柳郡学校发的万圣节和他的生日礼物。然后，这是金老大学校发的万圣节和他的生日礼物，全是糖，还写的柳剑。哎呦妈呀！看看好几兜子。然后我说你们不能吃啊，在学校不知道吃没吃，反正。然后今天他又开始在家摆阵了。今天老大早晨起来有点不舒服，然后他说不要去那个学校了，有点没劲儿。我说不去不去吧，在家摆阵呢。哎呦，妈你没没安的，医生说不让多吃水果也。哎呀，学校也是。那天不之前说嘛，学校也给吃凉的饭，他们那个饭吧正好在空调底下，然后说端上来的时候都是凉的，所以他说他们学校的孩子，他们班的孩子也是没事就吐，今天他吐，明天后天吐的，你说那玩意儿能啥吗？然后我寻思今天早晨我上那个我就看刷视频，我看有一个妈妈说的，买那个就什么健脾保健贴。说贴肚脐上挺好的，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两个，买了6盒，也不知道好不好使。感觉他俩就是脾胃不好。我看他那个视频拍的，就是说他儿子下边这块这个眼下边丘青，我看我儿子也是，眼角这块都丘青，然后小脸蜡黄，还不长肉，干吃不长肉。能吃的时候挺能吃的，就是一到这个犯病季节了，他们俩就啥病都能得上。妈你们去吗？嗯，早晨给煮的南瓜粥都吃了，这两天天天吃粥吧。哎呦，又在那摆阵了，又在那露营了。老二好了，然后老大又开始了。我这一天没有好时候了，你说说。真的有时候自己在家戒的，那学校不戒的，他尤其是他那学校，他那学校吧真的是啥都给吃。哎呀，蛋糕了饼干了的，而且是每天早晨好像都给喝果汁还是什么东西，都冰凉冰凉的。哎呦，在家都给吃热乎吃习惯了，他就出去受不了。买啥？嗯，买些都买你没买的。吃几个了，儿子？医生说可能有点肠炎，然后这再加上换季嘛。哎呦妈呀！小时候真的，我小时候好像从来都没那个啥过，一天可健壮了，就给扔农村去。我觉着真的回国了。上那个农村吃大锅饭，吃点土就好了。这在楼上哈一天，哎呦我天哪！吃点泥巴，小时候和泥巴，哎，吃饭了也没事儿。现在那家的洗干净手，这那的，反正都不行。哎，给他整个益生菌吃了，在那个医院开的药。里边也给的益生菌，然后我把那益生菌放药里边，他就不吃了。他说有点苦，我说你就干吃益生菌得了。哎呀妈！哎呀妈个崩哪都是，崩脸了都粉末了。嗯，哎呦，啊，嗯。中午带他睡了个觉，本来今天下午有那个游泳课，哎呀不去了，昨天去篮球他也没打，太累了，给他煮了小面条吃。雨果呢，过来来，都瘦脱相了都要，嗯，也不长肉，那小胳膊就跟那个比金柳剑的还细，感觉不是金柳剑去了，比金柳剑还细，金柳剑的话还有肉都偷的呢，这个是一点肉没有。
그래没敢给他放太多虾，放两个虾，放了菠菜。哎呀，嗯，尝尝你尝尝，好不好吃？还要吃，慢点慢点。哎呀，谢谢儿子，小脸是通红。嗯，哎姐，我也弄一碗。嗯，맛있다。맛있다。누가다먹나응야都吃了，我又给他糊点地瓜。给你们看一个奇葩操作，我婆婆把不用的电饭锅的那个锅胆给用了，然后就是烧焦了，哎，用的还挺好使的，糊地瓜啥可好吃了，哎，这地瓜正好熟了，里边锅底有点水少了，糊了，不过应该很好吃。啊，哎呀，马西个姐。我们娘俩都吃完了，面条也吃了，我的大圆脸怎么这么圆，然后地瓜我糊了好多个，然后他吃了两三个，这回应该吃饱了，然后我让他坐那儿。你好你好逗呀，你还知道我在录视频。然后我让他看会儿电视，我说你就看一会儿，然后一会儿关掉。嗯，那个妈妈带你出去一趟，因为我本来想让他去游泳嘛，后来看他昨天那个样子应该也不太得劲儿，然后今天就别去了。带他出去一趟，在家老憋着也不行，我来多喝点水，这孩子一生病了真的是，哎呀，啥也干不下去，啥也干不了，我已经这一周就想没干啥了，今天已经周三了，啥也没干。周一干啥了？周一陪老二，然后周二他上学去了，然后周三的话又陪老大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所以呀、啊，不要生病啊，有啥别有病啊，没啥别没钱。好了，今天视频我们录到这里吧，给我搞得我都没有劲儿了，浑身。再见。